巡查之路哦，打算深处。这是我们做Yongxi Huo Qing的原料。香味还是不错的。Yongxi Huo Qing的最后一道工序成型。这是Yongxi Huo Qing。你帮我收一次。我让老管你帮我收好，我给两块现金给你，够说。你这个村叫什么村？田西坑啊。田西，田是农田的田。丹田的田。丹田的田。啊。甜蜜蜜的甜啊。甜啊，甜蜜蜜的甜啊。嗯、田西哪个西啊？溪水的溪。溪水的溪。哦，还有叫这么个村啊？其他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理茶上面，就是理茶现在那个，哎，活一点点，这个工序都是一样的。前往侯港的方向，我们从后山翻过了去哈。这个也是茶树吗？啊，这个茶树，这棵呀，苦丁茶。哦，苦丁茶。吃高血压的，已经尿出来了。苦丁茶拍一个。啊？哇，那这茶基本上它都是在三年之间。太棒了。这是从后山去侯港的路，翻山越岭找侯魁。满山的野花，黄色的野花，就那一片花，太漂亮了。陈家坑的茶园啊，我们从这儿翻过去就是到侯港。哇！制茶的，个通电，不通电吗？哇！那边，那个叫大别坑，就是新民的山头。这已经到了侯，就乡他们乡政府的，那小小鬼的地界，小鬼那天差点要搞起来。现在是在陈家坑，陈家屋，啊，右手边是干坑，干坑。哎呀，这个什么香味？香樟树，香樟树，什么树？这叫无名的奇花叶草。什么香樟树？哦，无名的奇花叶草。不能张冠李戴。啊，那个严家在哪儿？严家还翻过去。要翻过这个山就是严家。
其实它这边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好哈。这里生态肯定好，不好的就是。哎呀，香啊，说不出来的一个什么香味，但是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个环境，哎呀，往上走，就是猴岗。哎，这边往那右手边是严家，我们现在是陈家屋。这生态环境真的是好。这个分界岭下去，哎，下去呢就是猴坑了，然后这边呢就是陈家屋，我现在这边就是陈家屋，我们刚才上来的这条路，这个是分水岭，这是我们现在往猴坑过去，对面的那个三峰就是叫凤凰尖。这就是我的巡查之路，这是我们现在是往太平猴魁的祖产区猴坑，刚才翻过来的那个地方呢叫陈家屋，现在过去的这个地方啊就到了猴坑最高的地方叫猴岗。四年前我来过这个地方，但是没有走到这条路，这次我们从后山翻过来的，现在这就是后山的这条路。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生态环境，可以看看啊，这个生态环境底下就是对面的山峰，我们走，但是这个里面好像现在是没有茶园，但是能看到茶园的地方。哇塞，我得小心点儿。好，基本上前面都是这样的路，我得把我的手机收起来了，要不然摔了那就麻烦了。啊，可以看一下，那个底下有条小路了。是下雨了，毛毛雨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猴岗上。乔三，蒙蒙细雨，就是肥厚的。这个品种它本来它就是一个胖子，对，它再多吃点儿，那就更胖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人间天堂啊！哇哦，漂亮极了！是凤凰尖啊，凤凰尖的这个角尖哦，鸟的头，这个凤凰尖的角尖啊，现在有点蒙蒙细雨。这个是猴岗，猴凤凰尖就是在那儿。凤凰尖就是这个小尖，就是这个小尖，就是凤凰尖啊。现在这个就是凤凰尖。龙门的，知道吧？哦，我们现在是在龙门和东新民的大界，新民的大界的地方啊啊，新民乡龙门乡啊大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坝子就是分水岭啊。好好好，现在外面在下雨喽，我们得赶紧往回走吧。哎，山上的雨说下就下。哇，已经雾的看不到了，锁在云雾中了。对的，我们刚才就是从茶园里边走过去的呀，是不是要翻过这个山岗啊？要翻上去吧？对，